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。 Is beyond any doubt the worst Sega Genesis game I have ever played. 我没有要求你，刚才一切都是梦，我现在才醒来，对不对？不是梦啊，都是真的。专家发表时已经宣布签署合作备忘录，也是打开合作大门的第一步。而总统团出访东盟的国家，其中一个主要的意义也是为了建立合作共识，推动国防发展。直到接近万两千国家。 而访问团出访东盟的国家，其中一个主要的意义也是为了建立合作共识，推动多方发展。据了解，另外两个东盟国家也会有相关的合作议程。放卫视纪思清、林建龙、严继熙在新加坡报道。